首先呢，这一件呢，它算是一个小香风，气势非常足够的麻花毛衣哦。再来呢，它的领子做的超美的，是这种小金葱，但是非常亲肤，完全不刺痒。然后它不会到非常非常的成熟，然后它是选这种超级经典的扣子，有没有？小香风，然后呢麻花，好，然后呢它的长度我觉得做得非常棒。再来，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，你今天想搭老爷裤，你可以把它扣起来。这四个呢都是做一个夹口袋的感觉，非常的经典精致哦。然后它也不太限身形 SML 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，而且呢这个蓝有点蓝紫蓝紫的感觉，所以呢让妞儿看起来非常的显白哦。来，这个颜色也超级好看，大家一定会喜欢。你喜欢穿牛仔裤的人，这个颜色蛮推荐你的哦。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扣子这边变白色了，然后呢麻花不论你是买这个颜色还是刚刚那个颜色，都是根根分明的。好，那提醒大家哦，它算是毛衣咯，毛衣咯，但是大家不用害怕热，因为它是开襟式的，里面你可以变长袖短袖背心都好，而且它的夹口是可以穿到这么大的，大家不要有负担。